大家好，是修车阿中。今天是那个9月11号，哎，我刚刚接到一部那个土星的，哎，它的那个方向机 power pump 那个皮带板破裂，哦，这个我还第一次碰到的。它那个皮带板破裂，造成那个皮带脱落，我们来看它的损坏情况。这部是土星的，1996年的，哦，这个，啊，我已经拆下来了，它是就装在这个地方，嗯。就是这个，那个皮带板破裂，嗯，这个破裂。这个不是那个铁的，哎，这个也不是钢的，也不是铁的。这个跟它很轻的，这个轻量化，那个我们讲说俗称电木，电棒裂开。啊，这个是那个皮带的那个自动调整轮，松紧调自动调整，这个也不好的。它这条是皮带，现在这个零件还在找，因为这个零件非常少，目前已经都断货了。土星，那个方向机的那个胖子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，谢谢。